中山大同，各位热爱陈平府的各位乡亲，各位好朋友，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哇，现在助讲哦，要十八般武艺哦，唱歌、翻跟斗、变魔术、讲笑话，什么都要有，对不对？是。多欢乐！民主选举看到这一幕，每次都让人感动。可以变得这么温馨，这么热情，这么洋溢的欢笑，然后同时选出最优质的，我们认为市议员的代言人。大家说，五号陈明府可不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？可以。来到中山大同，在平府这里啊，特别感动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府给自己要求两项最高的标准。不要回国。身为一个市议员，平府认为，第一，认真问政；第二，热情服务。其实平府这几年大概有案可查，最少有8000件选民服务案件，8000件。另外，对于我们弱势族群的照顾，光这个火警的警报器，他最少自己就捐了2000个以上，给他这个选区所有的这些乡亲。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吧。认识陈平府一定会感觉，我们今天介绍的平府是真实的，永远笑脸迎人，和蔼可亲。在议会质询，中山大同敢说他第二名，没有人说第一名叫王世坚，凶的跟老虎一样。我看到四大官员，我默默的看官员被王世坚点名啊，好像穴道被点住了都讲不出话。官员被我们平府质询了、理性论辩，他反映中山大同的需求，然后请官员直接立刻即席回答，大家可以理性探讨。中山大同同时有这两个议员存在，真的是蛮有意思的，一个少林，一个武当，居然全部在我们中山大同。大家，我们再帮我们陈平府鼓掌一下好不好？好。一个优质的议员肩膀上承负着各位乡亲投他一票，他是用感恩然后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心情执行这个议员的服务，我觉得这是最了不起的。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民意代表、政治人物高高在上，我觉得那是观念错误。搞久了以后，把民意代表当官了，当成好像高人一等，大错特错。平府这8年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他就像我们邻家的一个邻居、邻家的一个大哥哥、邻家的一个小孩，永远这么和蔼可亲，没有任何派头，没有任何高人一等，永远这么亲切，实在是一个了不起。这要有极高度的内涵、高度的涵养，而且认知到议员的角色。不好意思讲，我看过很多民意代表，因为出道也算早，我看过很多，久了以后，时间一久，民意代表做久了以后，他已经慢慢忘记了，慢慢忘记了，他已经忘记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，他忘了。其实我把它归纳得非常清楚，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归纳像我一样清楚。一个人想要吃公家饭，想要领政府纳税人的钱在手上，你只有3条路，你要选哪一条？第一，考试及格，高考、普考、特考，我及格了，我可以当政府或者国营事业一个员工，领国家的钱。第二，选举，上到总统，下到里长，你经过选票产生。还有第三条路是什么？可能大家猜不出来，叫授予。我政府需要临时人员不够，政府部门我聘请你，1年1约，约聘雇。你可以走第三条路，但是你们永远没有办法变成正式的公务员，因为你没有考试及格。可是你还是可以在政府部门服务，叫编制外，约聘雇。我们只有这3条路，服务公职。所以今天平府认知的非常清楚，他走的是第二条路，选举。既然选举是选票，人民一票票投出来，我们身为民意代表，我们有什么心情来面对选民？当然是感恩的心了，对不对？大家掌声吧，平府鼓励鼓励一下吧。所以看到民意代表，看到政治人物拿到选票，如果高高在上，久了以后就忘记了。各位亲爱的选民，这种民意代表你就可以不用再投了，他忘了自己的权力来源，这是非常重要，他迷失了。
他忘记自己是谁了，他忘记每一个选民进到投票所投下那一刹那，他是对这个政治人物、这个民意代表，他是寄予厚望的。所以各位亲爱的中山大同的各位乡亲、各位好朋友，我们觉得丙府的优质不光是在议会理性的问政，而且扎实的问政，他服务的细腻、服务的温暖，非常让选民们感觉到非常的温馨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这种优质的民意代表现在选情非常的紧张，中山大同就是特别特别的激烈。上次兵府低高票，低高票最怕的是什么？大家都说啊，川普太多，赶快来分吧。啊，兵府这个人又实在，他又不好意思讲，其实我帮他讲，很危险呐、啊。你越叫越高的，越高的看起来最高的，事实上是非常危险。所以我拜托我们中山大同所有的选民们，这一次绝对不要听信谣言，民府一定当选。错，他事实上很多票已经被人家分走了，我都听到很多人在抢他的票、分他的票，通通一个理由，陈民府票太高。各位亲爱乡亲，这不是开玩笑，这么优质的议员，因为服务认真，因为问政认真，然后因为各方面绩效非常好，大家都认为风评非常好，他的选票被瓜分了，那就完蛋了。所以各位乡亲，务必拜托大家集中选票，支持我们自己的子弟，支持我们心目之中最棒、最优质的议员候选人，登记第五号陈秉甫，好不好？今天很怕陈秉甫一感动我掉眼泪，说我手帕很准备，还好还没掉眼泪。最近被我助讲的一感动，可是很容易感动的。对，秉甫是一个直非常善良的一个人，私底下跟他相处就会知道，他永远是这么和蔼可亲，而且发自内心对人是非常诚恳，所以我手帕都随时准备好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11月26号，让我们一起来欢呼我们最棒的议员陈秉甫高票连任成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韩市长，今天感动的时刻是不是还不够？当然了，我们请韩市长再陪着我们现场的来宾一起高歌一曲《中华民国颂》，也欢迎我们群星演唱团。好来，我们明星爱国演唱团也上台，好吗？现场的朋友，把你的手中的国旗拿起。我们非常。Yeah!
价，这一罐很厉害，很威，好吗？它的蛋白质呢是鸡鸭牛啊虾的三倍，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？是用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，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喽。好，希望大家爱用哦。